当纳粹来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。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。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的时候，我没有抗议，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。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，我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。这是德国牧师马丁内默勒在二十世纪初所作的诗。2020年11月18日，当蔡政府宣布关中天的时候，那些自诩民主自由的信仰者保持沉默了。当蔡政府让媒体都一一噤若寒蝉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人能为人民说话了。悼念台湾新闻自由最黑暗的那一天，但长夜漫漫，我们继续为捍卫新闻自由而战。